因为穿内衣很不舒服。其实穿内衣就是怎么讲，我该用什么去形容男生的啊，就很像你穿衬衫，你就是去工作的时候你都要一直穿着衬衫，很贴身的那种衬衫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穿内衣大概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很贴身的那种衬衫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一回家为什么女生会就把内衣脱了，就是为什么我的女朋友，为什么我的老婆回家每次都会做这些事情，为什么每次都把内衣脱了，就算外面会穿一件衣服，但是里面内衣就是把内衣脱了。对，打领带也是，对，差不多那种感觉，差不多。睡觉都不穿衣服的，裸睡是不是？